之前就是跟朋友聊天、逛街、看电影，跟老公看电影那个情景，这以前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。现在突然间觉得辛苦你了，长大以后我会教学你的，爱你，么么哒。就是经验，没经验。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，我有点担心，我都怕会不顺利。太坏了，很坏了。啊。那个这段可以不播啊。老爸，助人要厚道，对老妈才公道。看来你不是傻瓜了，你原来还